馬克思搞掂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第一場賽事四班千二米短途賽立即展開角逐，準備，準備。好咧，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大外檔有大少爺啦，出邊領風啦，中間咧就有膽色啦，內欄有元豐泰啦，中檔綠色衫天宮噶，內欄望眼罩就開心歡笑，中間馬克思加進之威，外邊紫色衫咧，仲有呢只紅之麗影啊，出閘快嘅歡畫咧，咁啊依家留下留下留咗落去尾五噶，內欄咧尾四啦，黃衫咧仲有神聖火炬，後邊感受河山響尾三啊，暫時墊後一對珍珠有利同埋東方猛將啊，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帶頭嘅馬有兩隻噶，外邊。領風啦，咁啊內欄咧有呢只有膽色噶，後邊第三位元豐泰，內欄第四位開心歡笑啊，再喺外邊位置加進之威，後邊有馬克思啦，中檔咧仲有歡畫噶，涉內欄大白臂嗰只就神聖火炬啊，大外檔嗰邊咧仲有大少爺紅之麗影嗰啲馬，入正最後直路咯喎，前面透出嘅馬咧見到內欄位置有呢只有膽色啊，中間有元豐泰啊，咁啊再見到埋邊位置上咁多少有開心歡笑啊，等內欄神聖火炬冇乜位喎，咁啊見到中檔咧稍稍追上嚟嘅馬，仲有呢只感受河山啊，最後100米啦，見到埋邊嘅神聖火炬咧，騎幾步已經係脱穎而出啦。外邊冚上嚟有呢只感受河山，中間黃亞就開心歡笑，接近終點神聖火炬贏啊！第二名感受河山啊，第三名開心歡笑，第四名咧就係有膽色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咧，呢只神聖火炬喺埋欄位置一路等位噶，結果俾佢等到，咁啊穿出嚟就贏啦。感受河山追上嚟第二，開心歡笑第三，第四係有膽色啊！好啦，咪結果呢只神聖火炬啊，咁啊都。入邊叫下叫下啦，咁啊翻到嚟都其實你話好輕鬆又唔係，因為開邊嗰只感受河山你都追得佢幾緊要啊！兩隻咧較後位置追上嚟嘅馬嚟嘅，咪跑第三咧就呢只開心歡跑第三係呢只開心歡笑，第四隻有膽色。哇！見到真係臨尾啲飛手風雲色變啊！神聖火炬攞翻個大熱門位置啦，仲要3.3倍添，大熱勝出，大條 Q 又好分喎，5搭7有11倍啊！好啦，睇翻呢個巡邏影片啦，睇下啲領風係懟到邊度，即係武器啦、幕氣啦。佢都跟住大少爺噶啦，咁啊一齊開面慢慢殺埋嚟。冇得選擇噶啦，14檔就走啦。反而嗰只好鬼生硬嗰只歡畫，真係睇到多少質素喎。咁甚至乎你話咁啊有膽色都會有啲唔同。嗱，佢就喺個感受河山嘅隔離啊，好易認啫。呢件彩衣大家都好中意噶啦，起畫啊啱，即係資深噶嘛。你睇下，其實就好鬼亂水嘅。但係佢喺個末段咧，佢都輕輕有少少嘅走勢啊！嗱，呢啲人唔規矩咧，其實先係提醒佢啊！喂，細路，走啦喎，集中啲喎咁。開心歡笑就一路喺個 box 位嗰度啦。呢啲位冇得彈。巴洛腳幾鬼慢啊！嗰只神聖火炬，你睇下，呢度仲喺度移緊。好在呢只馬都幾有膽汁啊，唔怕喺混喺馬林裏邊走。所以你話感受河山呢度仲望空早過啊！嗰只係神聖火炬嘅。咁啊！但係人哋三幾步咁已經過曬你㗎啦。喂，嗰只領風就不自話應該咁快斷嘅喎，係咪聽到啲嘢啊？我見到騎師都望緊鼻啊、腳啊咁樣，係咪嗰啲氣管多痰嗰啲嘢？分段時間頭段23:83，第二段23:03，末段23:58，總時間1:14:44，慢個標準時間3:04。